来，请欣赏相声《拴娃娃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，掌声有请。这是多少人？这是好家伙啊、嗯、谢谢谢谢大连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。其实我们德云社呢，经常来大连，平均一年来一回。对。啊，年年来。我师父经常来。对。最近呢，其他的团队也经常来。不一定谁来。对，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团伙，对，我们是一个大团体。大团体。嗯。啊。现在分了好几个队，对，经常来大连演出。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啊，姑娘又漂亮，是，小伙又精壮，对，精壮，对，就是个海边城市，对，特别的好，气候好啊。这个体育馆呢，我们是第一次，对，应该是第一次在这演出。还有篮球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星光璀璨啊、哎，很多人手里都拿着那叫什么什么棒啊。荧光棒、啊、对，荧光棒啊，都在向我们这挥舞着啊，特别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节目一场接着一场。对了，刚才呀叫刘晓婷，嗯，还有捧哏的那个叫张九泰，哎、啊、对，你要不认识是怎么，你们是不是一家子？这个张九泰啊，我师弟、嗯，那个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对，这场呢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哎，我们俩有熟悉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熟悉我们的朋友。有头回来的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流程这是。嗯，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岳云鹏，是一个小学生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掌声，谢谢。如果掌声再激烈一点会更好啊。要掌声。这个掌声零零散散啊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行了、啊、我还不如你呢。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、嗯、啊，叫孙越。这是。就是你那个掌声的回音。啊！乔助是不火了最近啊，真是，特别想死。孙越，孙老师，孙老师。不错的相声演员，您捧我呢，体重达300来斤。您说分量干嘛呢、啊、往这一站特别的压台。哦，是啊，我们两个今年合作呢十年整十年。你看我们的主题啊，叫享乐十年。对了，就享受岳云鹏十年。也不是怎么享受的，这是十来年，嗯，整十年的时间在一起合作。对，他对我特别好。是啊，他们家里条件也特别的好。哎，比你们家强点。人家孙老师属于富六代，和我们家是辈儿辈儿传。人家说了啊、嗯、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。清官不到头。对，一般富就富三辈。对，三辈往下呢，有的那个孩子呀，他就不珍惜这个钱了，就挥霍完了，慢慢他就挥霍了、嗯、富贵无三辈。对，但人孙老师家里富了六辈。我们家手紧，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。我父亲，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，那个老头啊，有钱啊。躲开这个没躲开这个，你说有钱啊？你别有钱了，您等会儿。嘿，我父亲怎么能姓郭呢？嗨，无所谓。什么叫无所谓？你是无所谓。
怎么还不开心了呢？废话，我父亲也得姓孙的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先等一会儿啊！你姓孙，你父亲就得姓孙呐，他凭什么随你姓？对不对？咱得讲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倒着随的，我随我父亲的姓。我明白了，他先姓的孙，然后你再姓孙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孙老爷子，孙老爷子。哎呦喂，有钱，有点钱，长得也帅，是啊，人高马大，漂亮。他不随他父亲，没随父亲，他随街坊。我。哎，月儿月儿月儿，这人一旦随了街坊呢，就有点蹊跷。你别蹊跷了，我有点赌心。赌什么心啊？什么叫随街坊？啊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我说你随街坊，你不着急啊？你的母亲名字叫街坊，对不对？你听我妈这名怎么这么生冷呢？你随你妈妈呀？街坊，王街坊吗？啊，对对，街不是街坊，他随他母亲。哎哎。他父亲在北京的通县啊，通州区，通州区有一个外号，我父亲叫大菜猪。什么您呢？大菜猪啊，这怎么讲啊？这大菜猪就是有钱的，说这人有钱，呵，大菜猪，大菜猪的，嘿嘿，有钱就叫大菜猪啊，啊，有钱叫大财主，还大菜猪，你爸爸还萝卜兔呢。我有口音，有口音。什么是口音？你是口音，我爸连种都变了。大财主，财主，哎，有钱。对、啊，有钱怎么办呢？挥霍，得花，买花，嗯、得花。经常啊，去北京城里头去吃饭。各位，咱们啊，城里的饭是卫生是怎么着？什么叫进城里吃饭？很卫生。什么叫进城吃饭呢？啊，吃饭。没必要字咬得那么清楚嘛，咬清楚点行，你这个出口不一样。北京城里头去吃饭，哎，吃饭哪儿啊？嗯，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，一般人找不到。各位，是一般人也不吃这个，全聚德合营了是怎么了？啊，烤鸡店吃烧鹅太杂性了，这个吃什么？全聚德烤鸭店，全聚德烤鸭店。哎，对对对。往那一坐，喊服务员、嗯。对，咱们一般啊去饭馆喊服务员都是这样。怎么呢？服务员，麻烦您我点一下菜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谢谢。一般都是这样。嗯，他父亲不一样。我父亲怎么呢？有粪。有粪拉去呀！你跟这儿忍着什么呀你？老跟拉有什么关系呢？什么叫有粪呢？有粪有派头吗？有范儿，还有粪还。你吃什么长大的？我跟你说相声太累太累。我爸爸比你还累呢，知道吗？对，这瞧出大便干燥来了。这服务员什么毛病？过来。哎呦呦，这是饭馆吗？快点儿！对，快出来了。服务员进来了，哎，来先生，这是我们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。点菜。我们这是一个大饭馆，嗯，什么都有啊，随便点。点吧。什么都有吗？嗯。那嗯，蒸一个骆驼。蒸一骆驼。不要切，生蒸。整个蒸啊！啊、哦，我爸爸妖精。有吗？有吗？那能有吗？不是，先生，你是不是个妖精啊？你等会儿，这是服务员说的，这没有这菜啊、哎？那你瞎说，别胡说，点菜。这样吧，来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盖饭。全聚德，费这么大劲，西红柿炒鸡蛋还盖饭。我爸爸有毛病也是，吃完了饭，嗯，出去玩去了，还浪去呢。哎嘿，去哪儿啊？嗯，去那个歌厅、舞厅、歌舞厅，夜总会。过去叫夜总会，嗯，现在叫什么咱也不知道啊，咱也没去过，就过去的夜总会，你知道吧？在夜总会认识他的母亲。啊，在夜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有点这个不太对吧？
怎么不太对？在夜总会认识了我母亲。对，我母亲是干什么的？嗨，你就别问了。我什么就别问了？我母亲干什么？怎么在那地儿认识的呢？你这别咬耳朵，说着。你母亲啊，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知道吗？哦，明白了吗？舞厅叫富贵人家吧。哎，你这个包袱我没想到啊！你等会儿吧，我都没想到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你这个包袱很新颖。你等会儿吧，你，那叫大家闺秀，有钱人家的姑娘也去玩去了嘛，也上那儿消遣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在那儿认识他的父亲。哦，跟我父亲见面了。两个人边跳舞边聊天。过去那个交际舞。哎呵，姑娘，你这个腰是真细啊。我妈苗条。脖子。姑娘，我妈多高啊？长得真可爱。先给那小嘴巴来端个斗，还这就行了。来一跟头的弹个脑杯。 哎呦好玩好玩。欺负我妈干嘛？在那儿两个人就算认识了。这打不打不相识，这叫一见钟情啊。这就对上眼了。哎，两个人结婚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哦，结婚了还是爱。按说啊，嗯，有钱人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，因为两家不愁钱呀。其实不然。对，再幸福再美满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是吗？他父母啊，没有儿子。对，我你说难过不难过？我比他们还难过呢。你说伤心不伤心？嗯，我现在伤心了。您等会儿吧，岳老师。嘿，瞧瞧我，我父亲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啊？我打哪儿来的？不是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说的我不看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废话，是没有关系。你的到来跟我没关系。废话，这咱俩岁数不合适。是不合适啊？这叫什么？什么叫没儿子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。您这路都是中国话吗？没孩子之前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。想孩子？结婚那么多年，他父亲一个人，哎呀，独坐在后院书房，啊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。这是过不下去了吗？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。别看这，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，不看了，换一本插图版的。那合着不认字儿。看人家西门大官人，西门庆是一个淫棍，不是好人。他也有后代子孙。对，他三妻四妾。看我叉叉叉。你爸叉叉叉。你爸才叉叉叉呢，你老急什么？废话，什么叫叉叉叉啊？某某某不是叉叉叉吗？那你也得说某某某。那叉叉叉在书里那都不是好意思，知道吗？还叉叉叉还？敢问阁下看的是什么书啊？郭德纲相声选。那有可能，有可能。X 特工队，你师傅就是。看我孙国庆。你等会儿吧。我，秃子唱歌的孙国庆。看我孙大圣。猴啊。看我孙燕姿。那是女的。看我孙楠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别找味儿。孙楠也算能大连人。这味儿大管什么用的？这，我父亲是吧？你不知道，别胡说。叫孙某某对吧？看我孙某某。孙某某。我也是一个淫棍。哎，没有。没有，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？想想吧，来个姑娘也行啊。是啊，你最次啊，来个吉娃娃呀，来条狗啊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得，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叉，哭了，哭叉，这不拉了吗？哭了，哭了，怎么形容？哭了，哗，哭了，这还尿了。哼，又要像小萝莉呢，还你看。您坏哭掉眼泪啊，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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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眼泪了，眼泪了。你父亲正哭着呢。是小丫鬟从这儿路过。丫鬟扒窗户一瞧，都什么毛病？扒窗户，这老不死怎么了？这是哎，丫鬟啊，使唤人啊，说我父亲老不死啊，内心活动，
哦，心里想、哎，那也不行，心里想也不行。这老员外怎么了？这是，嗯，怎么还尿上？哎，怎么还哭上了呢？就是尿呢。不行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。这个安人是？就是他的母亲，官称小丫鬟一溜小跑。小丫鬟。呦，小丫鬟还提速了。来到内宅，是内宅。哎，扒窗户一瞧，他母亲也在那伤心难过呢。老爱扒窗户，你看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，这是我们家工具书，这是。嗯，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，那是，把书本一合，放回原处，换一本插图版的，换了一张盘下来。哎呦，妈，可以了，妈，行了，注意点吧，还 DVD 呢，行，别乐，行。再给流氓招来，看人家潘金莲，金莲是一个荡妇，不是好人。他也有后代子孙，他有吗？嗨，无所谓。哎，对，好。看我王杰芳，对，是吧？是。看我王杰芳，我也是一个。哎，没有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想想吧。一伤心，一难过，哼，不是，吧嗒吧嗒掉眼泪了。啊，这俩人真难。吧嗒吧嗒掉眼泪了。嗯，正哭着呢，小丫鬟过来了。丫鬟，哎呦喂，夫人呐，夫人，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您怎么也在这哭呢？后院书房，后院书房，老爷在那哭呢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。这丫鬟这么讨厌呢，看着。我明白了啊。后院书房，老爷爷在那儿哭呢 啊！就这么简单，就两句，你说了18句，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丫鬟太激动了。走着，去吧。喊上四个丫鬟。四个丫鬟。春梅、腊梅、烟梅、硬梅。你再给我妈火化了。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哎，干嘛扛着的？没腿。哦，没。来到后院书房。您等会儿。进屋一瞧，您等会儿，没腿。我说跳舞怎么攥着脖子呢？合着我妈是个跳棋子儿。你说这什么孩子，说自己的母亲是个跳棋子儿？你废话，什么叫没腿呀？有腿吗？有腿。对，有一条真腿。我妈是雨伞，有一条。哎，两条真腿，前面两条都是真的，后边两条都是假的。你妈才四条腿呢，左前是真的，右后假，没听说过。两条就腿，两条真腿，就两条腿，搀扶着你母亲来到后院书房，搀着进屋一瞧，他父亲正在那儿分吃分吃的生气呢。这形容词真老，还分吃还得。好，父亲啊，我说，老员外，尊称。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多有文化，听这话说的。我说鹌鹑呢？你妈才鹌鹑呢！秃尾巴鹌鹑讲话吗？怎么老安人？我说安人呢？安人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我妈是存款。取出来干嘛呀？怎么说？取过门来。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？多少年？400余年了吧。老妖精，400余年，14、15年了吧。哎，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哟，没有。质问你啊。养下一女了否？你看看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否。无儿无女，我要你何用啊？哎，二位，您哎，二位，哎呦，再看他母亲，哎呦，这。您少看那猫和老鼠啊！您等会儿吧，这俩人什么身高啊？忘了跟您说了，你父亲一生气蹦桌子上了，哎呦！你母亲着急啊，躺地上了，撒泼，两个人打起来了。那打得着吗？光打架没有用。是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您说，夫妻没有隔夜的仇。对了，转过天来，两口子一商量，要去高山求子，就是拴娃娃。拴娃娃，过去拴娃娃，嗯，你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拴娃娃。过去有那个老娘娘庙，供桌前面供的泥娃娃全是送子娘娘。有钱人家没孩子怎么办呢？上庙里捐香火钱，拿红线绳拴个泥娃娃回家，叫带子还家，迷信嘛。没错，对
不对？就是封建迷信。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，那是为我；去过峨眉山，啊，为我；去过五台山，为我；去过普陀山，为我；去过花果山，为猴。花果山干嘛去了？给你找大师兄。给你找大师兄？就你们家没有大师兄。你是不是被抓走了吗？找大师兄还取什么哄？都跟你们家这么乱呢？你不是什么山？这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呢，是4月28的庙会。对了，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了，提前一个月。哎呦，就为了抢烧头一炷香，这灵啊，特别的虔诚。嗯，有打苏杭二州运过的绫罗绸缎，一件一件做成衣服。家奴院工站好了，摆成一排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。他母亲开始挑新衣服。这个好，妈妈，这个红色。妈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是这件吗？这，站起来，平视，就这件，红色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穿这个。穿这个多好看！太开放了吧！当着家奴院工的面的脱衣裳啊！你母亲也说了，讨厌，讨厌，都转过去，转过去。都转过去，转过去，我上前面换。一样啊，前面屋里，上屋里换去。换好了衣服，开始洗脚。洗脚？过去的女人呐，都裹脚，缠足，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。嗯，开始洗脚。是。洗完了脚以后，怎么样？水都黑了。我妈是个墨精。什么词儿？墨精。再洗脸。呦呦。等会儿。这中了毒，洗反了，先洗脸、哎、再洗脚，对了，然后漱口。耶，没糟践是怎么着？没有，单打水漱口、哎、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梳洗大便完毕以后准备出门。好，拉空了去。什么叫梳洗大便完毕？梳洗打扮完毕之后打扮准备出门。对、啊、门口已经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。大马车，走吧。走啊，不到10分钟到了。真近。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、依着你母亲的意思要拜山。什么叫拜山？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。哎呀，显得特别的虔诚。太虔诚了。朋友们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得成什么模样了？脑子不得磕碎了？那可不是吗、哎、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。丫鬟？哦，就那个、就那个是吧？不是刚才那丫鬟。不是那个了。这个丫鬟是你母亲的贴身丫鬟。哦，提几人？什么叫贴身丫鬟？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、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，就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一个被窝睡觉，亲姐妹。小丫鬟说话了，说话吧，夫人，夫，不能那样。月老，我心疼你。月老，这是贴身的丫鬟吗？对，丫鬟。这是那贴身的车夫吧？你们家车夫也贴身呐？废话，这是丫鬟吗？这嗓门怎么这么粗啊？这个嗓门粗一些怎么了？女的。夫人，咱找一个二人抬吧。二人抬，哎，又叫滑杆。啊，就抬着呗，扛到山顶上。多好。到了山顶上，依着他父亲的意思啊，要敬山。什么叫敬山？就是闲杂人等全都闪开，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，就跟那包场似的。他父亲大喊一声。我父亲。闲人闪开，多有势力。我要敬身，全都闪开！哎呀，那是，那是怕溅一身血，那是。这我要敬身，像话吗？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，那个。什么叫敬身呢？这玩意儿敬什么？山。我有口音吗？这不是。你是有口音，我爸爸怎么办？闲人闪开。我要净身山。我爸爸当土匪去了。啊，都还不快，你听了吗？就显得有些疼痛感嘛。别显得，闲杂人等全都闪开了。是偌大的大雄宝殿，怎么样？就剩他母亲一个人，就我妈一人，还有一个老和尚。哎，月儿，老和尚干嘛用这玩意儿？老和尚有用。啊，我就怕他有用。你怕人家干什么？他有什么用啊？你告诉我。他得念经啊。念什么经？求子经啊。哦，多子多福那个。那可不是吗？哦，求子经，他母亲往这一跪，旁边老和尚念经。念经。我给您学一学啊，老和尚念经。您还会念经呢？嗯，求子经，家传这是啊。
你爸爸和尚。你看，真事儿怎么了？谢谢波罗僧，谢谢波罗僧，阿弥陀佛。那个弥陀佛前面是什么呀？嗨，无所谓。哎，胡编这玩意儿。道长能有成体相成，债主虔诚上香设拜。怎么还有咽口？拜下主相声好。苦海滔滔，孽子找为人不心半分好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求子的词儿，也马上。远观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哦哦耶，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。嘿，哦耶。是什么意思？你什么耳朵？什么耳朵？哦哦哦爷，知道吗？哦爷，我没说发音的事儿。不是他是我说这个词组代表着什么？梵文。梵文。梵文。梵文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。可以。别想，别想啊。有夜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有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，死去亡魂，哎嘿，不回归，别唱，这都死去亡魂不回归了，您这是求子吗？当然是求子了，这怎么求？死去亡魂能回归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求子，你求子他念经，他得先念死一个呀。投胎转世嘛。哦，就这边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。你看我还缺着得了，我还你看，哦，一倒一替我们这个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有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不回归。对不起您。牵着马，迎来。怎么《西游记》都出来了？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你念经，你唱什么《西游记》啊？你《西游记》怎么了？《西游记》怎么了？你说《西游记》怎么了？《西游记》主角是谁？唐僧。唐僧干嘛去了？西天取经。他得取经啊。就是现在还没有台本呢，是吧？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。那个，就是成大道。我那个我就我问一句，我是哪集出来的吗？一又出发，来来来来，怎么这么多和尚？你等会儿，你好，白龙马，动画片也算呐。今儿朝夕，驮着唐三藏，带着仨徒弟西天。辛苦各位了，辛苦各位了。我这有一个取经团，我这有一个啊。刚翻过了几座山，后续那几集就别唱了，你这。赶快，你求子呢？老和尚旁边念经，这是老和尚吗？这个，老和尚旁边看电视呢吧？老孩放暑假，你不要逗哏的好不好？废话，这哪句是这经文呢？这是他母亲往这一跪，烧香祷告。我妈还得说说，特别的虔诚。我母亲耳边传来《西游记》啊，特别虔诚。我妈也忍得住。
老娘娘在上，嗯，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。你妈缺德，小奴家傻门蛋事在下。你妈傻蛋，插门插事在下。你妈插门插事，某门某事在下。没听说过，你不知道怎么着啊？姓什么？你父亲姓什么？姓孙呢？对，你母亲呢？王啊！哦，孙门王氏在下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。对，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是，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磕头了。当当当！我妈脑袋金刚钻的，怎么当当的？老和尚旁边敲磬呢。哪儿那么寸呢？敲磬呢？他母亲站起身来啊，又在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，哎呦，准备拴娃娃，要拴泥娃娃了啊！你瞧，我妈套过白狼，你看了吗？流氓吗？这不就是？找吧，找啊！抬头一看，老娘那怀抱的一个啊，怀抱的，这不能拴，为什么呀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，没那个命，没那命。低头一瞧，地上趴着一个，拴这个，这不行，怎么呢？长大以后淘气不好养活，那拴谁？再找吧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哦，桌子也有四个。对，有你，有我，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你们四个。我陪着仨死鬼干嘛呢？打麻将呢？哎呦呦呦呦！打麻将呢？哦，你马上就要胡十三幺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母亲开心的，呵、哎，我喜欢这孩子，我要抱他走。就是我，把你抱回家去了。是，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，你母亲怀孕了。啊，不服行吗？不行啊，不服行吗？不行啊，老和尚多灵啊！对，老和尚都是去你的吧。